八月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未来电影台推出五部精彩长片，陪您共度热闹周末夜。我要秀恩爱，来传接一下。他是我男朋友，叫高飞。干嘛啦？丈人看女婿，越看越来气。诸葛亮、林心如，大喜临门。巨额黑金，限时45分钟。我们要抢先一步。金宇彬、李玄宇，技术者们。一对非比寻常的灵媒父子，如果碰到你儿子喜欢的女孩子出现，他就会看到这枚戒指。吴君如、李国煌，小灵媒，身不由己的时代，什么时候才能活得像样？我也希望你能活得像个人一样。李敏镐、金来源，江南1970。假如你的最爱死后回来找你，你会害怕吗？其实，在我们身边都有鬼，特别是在最暗的地方。怨鬼。八月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未来电影台周日电影院。